想啥呢？想你肚里的娃呢。这应该跟你一样，是个爱闹腾的。你这老白家生了俩儿子来，这回要能是个女娃就好了。说的是真心话。真心话。说好了有事不再瞒我的。到底咋了？咱老八家那两只羊，是叫狼给咬死的。血都吸干了，没吃肉。记着，我做了噩梦了，梦见的是狼。白狼。你们听说今天南园村还死了三头猪，跟昨天晚上一模一样的，全是血呼啦啦的。那血也被吸干了。是啊，我跟你说，这儿都咬得稀呼啦啦的。你狗日的，说了三个地方，到底是哪儿吧？你到底看见没有？你说。没有。说实话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你白狼的事儿呢？哎，贺家老大带人拿着铳去打白狼，知道不？你猜结果咋？狼没打着，人回来不说话，变哑巴了。哎，我别了。白狼就是个畜生，这畜生还能把人给吓倒了？我看这都是人吓人了。从现在起，谁都不许再瞎传消息。各家把破损的院墙都修齐了。白狼怕火，今晚起在村四周把火点上，轮流值夜。哎呀，赵总，俺娃回来了，跟你爷回去啊！快快快！哎呀，好孙子，这两天啊，就好好在家待着。咱呢，不去上学了。爷，为啥？为啥？哥，哎，咱才来嘛，院墙一定要加固，知道吧？那狗呢？来，把狗拴到后院，不要给它吃太多东西，饿瘦一点，明白不？呀，你不管，快，去后院。那就是。哎呀，赵海，你干啥？看着娃嘛，狼没来，娃让狗叼走了，你拍着嘛。啥呢？爸，在放啥呢？白狼吗？你说这有白狼吗？不会是人传的。哎，你个怂娃，你咋不怕呢？你怕啥？我还真想看看白狼长啥模样。你说咱这能把白狼驯服不？好孙子，啊，越来越有出息了，比你打抢，你看吓成那怂样子，个怂娃！哎，走错了，你来坐。谁啊？那魑魅狼来谁？我呢？哎，组长啊。那你几个都小心点呢！啊，知道。我那白狼饿得很，不敢一个人到处乱窜了啊！哎，好嘞，组长，你不是一个人吗？那我是组长嘞，他还敢来邀我？哎，建勋，是吧？你咋一个人在外头溜达呢？干啥呢？啊？没有吧？
这不是抓白狼吗？我刚才好像看见了，我就追到这儿了。拿来，好像是往那边去了，是不是？去喊值夜的过来的。好。狗奶球！三三兄弟，哟，胡掌柜的，哎，老没见了，哎，干啥去？这最近园上闹白狼来，买几个这套狼的夹子。听说了，怪不得有些日子没来卖货来。这上月陆三儿没把货给你送来。啊，可能交给伙计了，我一会儿问问。胡掌柜，你跟我说实话来，陆三儿有没有卖到你这儿来？回来了。啊。上哪去啊？去找三哥呢。三哥不在呢。他去哪儿了？他说，邻村贺老八找他有事儿，吃了饭，急忙忙的就走了。你还没吃饭呢。喂，慌啥呢？啥事儿？没有。我刚路过几堆火，那值夜的人都跑哪儿去了？咋没人了？刚才录像找了几个人，进保障所了。啥？进保障所了。这些警号不怪他们，不怪他们啊！家兄，哎，滚！这是我的地方，你让我往哪儿滚呢？你，好，这干的是邱先生的事儿。面都凉了，要不我给你热热去？不热了，不想吃了。
三哥回来了。哦。嘉轩有点不太舒服，要不你劝劝他。邵永嘉，那啥，有啥话明天再说呢。邵东家，我对不住你，我骗了你。嘉轩，陆森咋了？没事吗？敢亲我？三哥，这些年我对你咋样？没得说。你不能再骗我了。我问你，你如实答我。我要骗你，你怎么处置我都可以。那熬下的罂粟卖哪儿了？卖给烟馆了，因为他们出的价比药铺高。我也就卖了最近这一次，钱我一分都没拿你。你糊涂呢！我知道。可是咱村上的人都说是卖给药铺了，谁家不是卖给烟馆呢？他们也就是瞒着你这个当组长的。邵东家，其实这事儿你心里早就有数了，是吗？白狼这一闹，他闹出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来。这夜里，咱原上有多少赌局开着嘞？多着呢。天一黑，大家就聚在一起，就连邻村的人也过来凑局。邻村的都聚到咱这儿来？是啊。因为自从咱园上种那种东西以后，谁家没有个闲钱？所以天一黑，几乎是家家都在耍。你也就跟着混着耍了。邵东家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以后不再赌了。回来了，他还没睡呢，等你呢，有话要跟你说。不管三哥他做了啥，你应该知道，三哥这人心不坏。俺园上没坏人，就是都哄着我呢。到底出啥事儿了？别问了，睡了。我要去转转。哎，组长。谁呀，老爷？我这也是给咱园上尽份心。晚上睡不着，每晚巡夜也是辛苦了。这巡的夜有啥用？跟我一样，就是个摆设嘞。
喊这么大声？都睡了。就是要把他们都叫醒来。到戏台聚齐，闹白狼来。夏炫，夏炫，狼在哪儿呢？夏炫，狼在哪儿呢？在呢。我看见了。狼狼在哪？在呢。没走呢。夏炫，你不要胡说，这是这么些人呢，哪有狼呢？变成人了，狼还能附体呢，变成你还有你呢，我今晚是琢磨明白了，白鹿原的乱不在白狼，在我们自己呢。这些年，这每家每户没少捞钱呢。可想一想，捞下的钱都干啥了？懂的，请了戏班，唱婚戏呢。还有自己抽上，抽到妻离子散，还想家破人亡呢？守着好日子不过，非要自己作呢？都别忘了，咱现在这福分，也是祖宗给咱积下的。咱也要给子孙后代积点德，留点福。我现在还是组长呢，一会儿从村西头往村东头，挨家的一会儿都给我报一下，种下的罂粟熬出的浆都送到哪儿去了。如果还认我这组长，觉得我白嘉轩这些年为大伙儿还做了点事儿，就都给我说实话。挨这赌，一定得进。从明天起，天一黑我就搬凳子坐在这戏台上，我看谁家灯还亮着，谁家还赌呢。老婆，我再不走了，咱好好过日子，过咱今儿我后悔死了。改了就好，改了就好。来吧，疯了，那完全就是疯了。说啥呢嘛？那是，是吧？村里乱成这个球样，啊，说不是因为白狼，是乱在咱自己呢。你啥屁话嘛？那你干啥的？你是组长，你没当好吗？你往外推事儿嘛，就是。那白嘉轩还说啥了？还说帮助邻里，这赌不能开，那赌一开了，那就人情就淡了，哎，人跟人就翻脸了，打起来了，啥乱七八糟呀？那你不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？那就是个道理嘛，那谁不会说呢？道理，说说就完了嘛。哎，打你是没看到现场人的眼神，那所有人都盼着，哎呀，赶紧算出来，这啥嘛？这是世风日下呀，他爱下不下，反正跟咱没啥关系。你等着吧，他，你就等着看热闹吧。这人心啊最难管，谁当组长也难呐。他厉害，他当的。行了，脸都打肿了。
这往后打算咋弄呢？我想一直往东走，做个麦克。人麦克靠的是身体，就你这身子骨。组长，我连死都不怕，还怕啥呀？不犀利。哎，就在原上留着，总有你口饭吃呢。我想把我那三分水地卖了，给人还债，可是没人要。打算换多少呢？六块银元。行了，给我来，给你八块银元，再加一斗粮食。组长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起来吧。哎，组长，组长，那我也想把我那六分水地给卖了。你卖地干啥呢？那地还得是男人种，我一个寡妇家，可怜的又没个男人，我一个人种不过来。那你往后靠啥营生呢？我织布来，我把织好的布拿到县城去卖，还能换点钱。孤儿寡母就算接几个三五斗也是应该的。行了，递给我，在地价上再加五斗粮食。谢组长，谢组长，谢组长。还有谁呢？我就没听说过，当组长还往外撒钱呢。你答应活着不把他骂死，你也不管管，当组长是不是当疯了他？三哥，哎，到底咋回事嘛？你跟妈说清楚。少东家让各家各户都交代清楚，说是熬出的膏都卖到哪儿去了，只要说实话的，有什么难处就向他提。这一说不要紧，大家都争着开始哭穷，有的要借钱，有的要卖地。丧喇叭更要命，说是种地没有牲口，要向少东家借牛。人家那是哄他呢嘛，他咋那么傻的嘛？是啊，我是这么跟少东家说的，但是少东家说了，村里人信他不易，信字比钱更重。妈，给他吧。你就让他这么胡来吧。哎，你咋的了？你昨天为啥要跪家园的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咱就应该跪。为啥？嘉轩拿腰直，就为这。
谁啊？你咋来了？郑婉，你干啥来了？起风了，回吧。再这样下去，冻病了还能值几个月呀？我还不信呢。把咱园上这股邪气，我扳不过来。刚过来的时候，看见谁家灯还亮了？都黑着呢。大晚上，你这大个肚子就不该出来，赶紧回。明天早上我给你熬碗热粥送过来。天一亮我就回了，不用送。送你回去呢。我自个儿回。快点，把人憋着！哎，上去喘口气呢，上去喘口气，进来来啊！谢谢，快快！哎，陆山，借点钱呗！你口里还借？你把卖地那8块钱全输了，拿啥还了？没还，我这次肯定能赢了，肯定赢，真的。小，加一倍利息，太狠了！那也借不起。一倍，哎，哎，就一块，两块啊！就2块。哎哎，看看，上去喘口气。给，来，给你压，快点，来，压，快压。组长，组长，咋了？组长，出事了！出啥事了？李寡妇家、石头还有好多人都被闷在地窖了。还有活的没？出个事儿，都死绝了，这咋弄呀？你别喊，啥臭地方吧？出事儿了，石头，都怪你，怪成谁呢？你还啥地方把人闷成这样？听见没？这出啥事了？咋了？将军，咋了？出事了吧？人闷到地窖里出不来了吧？这地窖都塌了，你说无耻，不要命的，都是你逼的，那可咋弄呀？刷俩小钱砸了吧，弄得全人跟做贼一样。白心跑到其他村玩去了，就为玩点钱嘛？你怕不让全村点灯呢？你还干啥呢？把人往外拽呢吗？拽着，将军你不敢进。哎，将军，你看，都怪你！你猴子干啥呢？啥烂球地方嘛？我告诉你，死人你偿命呢！都是你给我叫的。谁？你看谁？你再说。将军。呀，快呀，来，拉呀，来，扶他出去，快，呀，你咋又进了，将军，组长，我对不起你，不是，呀，快，这是，哎，将军，来，拿出来。等一下，这还有一个。你不敢接了吧，将军？将军。组长，干啥去？赶集。今儿有急了？那县城有。组长。药都卖了，卖到省城姚记药铺了。姚记药铺掌柜的长啥样了？你哄谁来？药卖哪儿去了？站出来！你几个干啥来？
没干啥，没干啥。一晚上没睡是的。啊？我倒装啥来？没装啥来。钱来，没有钱来，没有耍钱来，没有没有啊，真的没有。亮姐，进来干啥？亮姐，别动手，别动。咋了嘛，家眷这是？干啥呢？家眷，你没事吧？咋了嘛你？哎，你咋了，家眷？咱在屋呢。哦，在呢。达，达呀，达，你猜咋？白嘉轩在地窖里熏得不像啥了，都出来一头栽到那儿，刚送过去，那人丢的呀。我问你，哎，这一晚上你到哪儿去了？没去哪儿，那不闹白狼吗？在保障所值夜呢吗？哼，闹白狼，怕是闹自己吧。昨晚让你媳妇儿到保证所找你去了。哎，哎，你还查我呢是不是？你还查我呢是不是？没查你。啥没查？没查他咋说的？没查他咋说的吗？咋说的吗？啊？干啥呢嘛你？你还查我呢你？我没查你呀，我去给你送衣服去了吗？你半夜三更，你给我跪下！你半夜还敢打人？你还查人呢你？你给我跪下！说你呢！自己家你不回，你往别人家钻啥呢？修仙人呢？拿着，跪下！修仙人呢，我跟你说，在林家呢，把孩子抱后院去。走。爸，咋了？我大钻哪儿去了？你打到狐狸洞去了。不是白狼吗？咋又有狐狸了？你跟娃说，你听听，你听听，娃都说些啥？修仙人，我跟你说，我看这族长是当不成了。自从当了族长，一桩一桩的事就没个完，这样下去，这日子咋过呀？仙草，你这当媳妇的咋就不管吗？妈，你醒了，妈。嘉轩醒了，嘉轩，你快给咱妈急死了！我跟你说，这族长咱不干了，你看看，把你干的都没魂了，娃呀！行了，妈，别说了。姐，扶妈回到房间呢，让我一个人静会儿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走。你咋样呢？想不想吃东西？我给你做点儿。不想吃啥？去把三哥给我叫来。站住！不是靠织布营生，你是在地窖里涉毒抽水是不是？族长，说了，我都是陆子霖教我的。嗯，那个石头的钱全输光了，他还给石头放贷，说这样能够两头赚。族长，
少东家，你别着急，你身子还虚着呢。卢司令，你给我出来！卢司令，你给我出来！组长，人呢？陆相不在。滚开！卢司令。卢司令，你听不见？相约，卢司令，你剧毒放高利贷，算计乡邻，你算啥东西？你少血口喷人！他们手头紧张，没啥钱花，我那是接济他们，你算啥球东西？你那是接济了，分明是下套了。李寡妇说你支持他两头挣，谁知道你们俩都干了啥勾当？你还别拿这事栽赃我，我跟你说，狗日的还反咬一口是吧？我今儿不打得你求饶，我这组长不干了。呀，把你整你，你还敢打人呢你？我打不死你，我这相约不干呢。你下来，我再打我怕你。你下来，下来走，我看，我下来了。你要干啥？我把你打死！别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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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家人打白家人了！别白家人，我去。白家跟陆家打起来了，听说前头打起来了，快走快走！这是咋了？白家全和陆子霖在戏台打起来了！啊！快点快点，走走走，打起来了！走啊！
黄土承载旧时光。Thank you.